全国煤矿共发生瓦斯事故62起，只能说理论上还有希望。收入涨了，廉租没了。从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到今年的10万新生婴儿资料当街交易，两任县终于是。渤海某海域发现大面积红色藻里滋生现象。多少人走着，却困在原地。多少人活着。却如同死去，多少人爱着，却好似分离，多少人笑着，却满含泪滴，谁知道我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，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，或是展翅高飞，保持愤怒，我该如何去路，多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，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，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，谁知道该如何